察局，有車在前面。明洞的地下果然一个个窿唔抌掉，真的很多洞，更有很多位置可以被人坐的。卒之见到个明洞的字样，英文字，有旅游大师在这里向行人解释。現在進來這個世界明洞了，很棒的化妝品，這裡嘢嘅區域有個公園仔，有間幾別緻嘅河東館，可能好耐歷史嘅。好食餐，你揀中呢間金錢豬。如果在 blog 度彈嗰張相上去，就俾5% 嘅折扣你。嚟咗個燒烤店，有兩種方式嘅，中意係坐喺啲台嗰度，或者你可以用韓式嘅坐地下都得。而咧韓式嘅喺度放低啲鞋。老闆娘很有禮貌，亦都可以講普通話嘅。韓燒今日兩種，兩種豬，個最常見嘅啤酒。今日調味特別啲，有呢啲姜葱，芝麻綠光茶。一路燒的時間就很舒服，還有一個特別的設計呢，就是它這個鐵板是斜斜地的，所以油呢就會流下來，那就不用油淋淋的吃東西的時候。好處呢進來呢就有一個很快的 WiFi， 那一按呢就有了。這間賣雪糕本來就沒什麼特別，但是這樣的賣相呢就相當之受歡迎了。不同的顏色，有花又可以有葉，最後的成果這個是襯綠葉的，即是好像這些這樣，那也都有黑葉。這裡真的很多的，100元左右就已經買到了。小朋友吃得挺開心，芝士肋骨啊，嗱啲味系入咗條細嘅河，多數都係啲化妝品店。
上咧，就多數去食店啦。樓下咧，仍然都係做翻咖啡店。都是買衣服、化妝、各樣東西的多。有賣香水，有賣食物，有大檔，有細檔，我神市都有賣。購物區又出了一間很大的酒店，這些袋子又挺別緻的，化妝啊，擠個小銀包啊都可以。站在這個地方都會覺得街是不慢都很窄的，你覺得呢被啲高樓大廈、啲商店圍住你，覺得自己好渺小啊！女士們嚟呢度真係幾好玩，嚟呢度。佢喺度講緊有幾多數啊？成品就喺呢度啦。你識打麼？打麼？哦 ，Vien traditional 啊，佢話呢啲係韓國，好大片綠草。Nature Republic 果然是真嘢，一男一女指導遊覽，攞個地圖出嚟，呢個係講英文的。中心忽然間出個大腳板，好多人打招呼。有隻真係超級熊仔，唔係熊仔，超級大熊。生果檔幾有吸引力喎，而家多咗咁多人。Eddie 喺呢度，街上面有好多嘅找換店，咁好多人都話咧喺度換咧就抵過香港嘅。剛才見過嘅 Art Box。这里多了个大公仔，多了很多公仔，这间店大很多。너의건강과스타일한번에지켜줄거야그리고아침밥시서준비해很多的世界有一座中華料理恭喜麵館，會賣湯的方式，現在這裡變成是烤番薯。這個賣雪糕有多厲害，雪糕桶是這樣的，
阳街的路边。这间就是新世界百货店。这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真的很有型。行人路落嚟隧道，就过喺对面啦嘅环街，叻咗好多啦，有英文字睇啦。汇贤地下商街出到嚟就系呢个广场啦，好多白鸽，有另外一个商厦。望过嚟就见到呢一座喷水池。韩国银行好难得，好有歷史的樣子的建築物。哇，好綠色喎！这条路叫做小公路173405巴士。安普拉萨过来隔离有个乐天利苑，再过来这里有大百货公司。有另外一间写住 festival， 乐天 young 年轻人的世界。天店的熊仔飞天都有，落地的也有。有熊仔雪糕，还记不记得圣嘉尔车呢？这里有的是一部，是好几十部，全部在这里做这个广告。还有那边的都是这样。这里有一大栏
三個、四個櫥窗，都係講緊四家二車。